好，好，再来一遍。去注意，还是这个拳里面，太极拳里面也是有我讲的上下左右，身体的上下左右，跟手之间的关系啊。那我现在练呢，这边练啊，尽量停在这个摄影机的这个镜头范围内，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小地方打，只是改变步的进退啊，力量对，力量对就对啊。好，来。